今天是全家聪明消费卡上市的日子，身为一个精打细算的消费者，最近刚好又有 Richard Life 台新配登录后最高 26% 的回馈，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了5张聪明消费卡。哦，不过 Richard Life 很慢很难用，但等一下再说这个。聪明消费卡每张200元，打开后最低至少有200元折抵额加一杯咖啡，最高有机会拿到600元，马上就来开奖吧。第一张保本，第二张还是保本，第三张有250元呢，第四张还是250，我要发大财了吗？好吧，又回到200元加咖啡了。开奖完成，如果你也想试手气的话，提醒你，虽然保本，但是使用期限直到今年年底，而且聪明消费卡每次折抵最低50元以上，而且不找零。如果没有使用需求，别买太多啊。最后来看一下慢吞吞的 Richard Life 吧。你想象一下，你在全家柜台给他刷完会员条码之后， Richard Life 要花多久才能完成台新配条码开启？需要很多被讨厌的勇气呢。